学姐啊，嗯，我看话剧要砸在你手上了。你以为演戏很容易啊？眼高手低，有本事你试试。润琪，嗯，吃水果子。别光顾着吃了，还是多看看剧本吧。哥，咱们换不了女主角，可以换男主角啊。你不会介意不是自己演吧？当然不会，只要能诠释出话剧意境的表演就可以了。嗯，那这不就有个现成的吗？嗯，真甜。哇，想干什么呀？你们不会是想让我演男主角吧？真聪明。不是，我演男主角，你演女主角，试一试嘛。我就是怕我对着你不笑场。不演就不演，大不了就都别演了。哼！哎。开两句玩笑就真生气了，叶学姐，叶大学姐，叶大学姐，哎，叶大学姐。这可是你哥的话剧，你怎么说罢演就罢演？你别假惺惺的装好人啊！你别在这里假惺惺的充好人。你要是真为我哥着想，你为什么不演？我演，我演还不行吗？真的？那还有假？你要是敢笑场，我就罢演。不笑，绝对不笑。走吧，继续排练。哎，叶大学姐，我们的戏从哪儿开始啊？我现在这台词啊有点记不住，你给我点时间啊。